Okay, all right, I know, okay? 我这边都 ready 了嘛。I understand, okay? 现在的歌手都要 story, yeah, 还要特别草根嘛。Okay, 我懂你意思。啊，所以呢，特别把我们包装成这个什么农民歌唱组合吧，没问题的嘛。No problem, 我长得就像农民嘛，而且我口音都练好了。啊，你记得跟韩庚说啊，你还没跟他说啊，没关系，我跟他约了，我等一下他先到的时候，我先跟他讲啊。Okay, no problem, 那记者呢？也快到了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了，放心吧。哎，有人来了，可能他来了啊，拜。哎，请进。来，啊，机器就叫在那边啊，摄影机叫在那边，对这个地方，我们要采访一个非常有名的农民组合。你好，我是《金星日报》的记者，我叫李宗熙。啊，你好。哎，怎么是你先来啊？哎呀，因为我路途比较远，跑得比较快就到了。我懂。你们那个农民组合呢？啊，就是俺，俺就是那个农民组合的。你哪人啊？俺是山东的。山东的。山东的。俺也是山东的啊，老乡啊，你山东哪的啊？不会吧？俺是山东的一个很小的村庄的。俺也是很小的村庄，你哪儿啊？不会吧？俺那个村庄四面环海的。俺也是四面环海，这么巧啊？那你是来认亲的还是来拍照的？哎，有人来了。快穿起来了，别动，别动。哎，那个里头冷啊，好冷呀、啊。不冷了。哎，这个危险，别闹。我头发刚弄的，刚剪。晒，哪儿晒？里头很晒呀。算了，你好啊！你好，我是这个《金星日报》的记者，我叫李宗熙。你好，我是韩哥，我是他的搭档。你们两个就是搭档了。来，那我们对镜头好不好？来，介绍一下自己啊。你们采访，你不提前告诉你？记者，先跟你说。大家好，哎，他是韩庚，啊，俺是欧迪，哎，咱俩是。耕地组合，耶！1、2、3。来不及跟你讲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什么农村来的吗？怎么皮肤这么好啊，韩哥？我看，哎呦，你皮肤特别好哎，帅啊！你们平常都吃什么？我们啊，就吃一些燕窝什么之类的。燕窝？你鞋带掉了。哎呀，他说的燕窝啊，是这个房子里头那个放燕儿下的那个燕子的窝。哦，燕子的窝，燕子的能吃啊？那新鲜的好吃。好吃啊？好吃。哎呦，我刚刚在门口刚好捡到一个，来，还真的有呀。啊，就是这个好好吃呀。哎，好红啊！我这没鞋带啊。我的掉了啊。你这更没鞋带了啊！那我看错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来不及跟你说了。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？啊，洛杉矶啊，我们那学的 hip hop。洛杉矶。他的意思是说嘞，那个俺山东的小村庄后头一个后山，后山山上听说掉了两只鸡下来，那两只鸡落了下来之后，从此就传说那个山叫做洛杉矶。山东的洛杉矶，洛杉矶不是他说的，不是。叫你听我的嘴没错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跟你讲，看来你们认识挺不容易。我来这里也不容易啊，那个路上啊堵得一塌糊涂，是吧？一点儿不堵，你走高速啊？你怎么上的高速啊？我看兰博基尼很快就到，呜，就很快就到这了。兰博基尼，兄弟，你眼泪全忘掉了。他说的兰博基尼啊，是他家的那头牛。牛能上高速啊？那头牛非常的快，在我们村里，快的牛叫兰博基尼，那走得慢的牛呢，那就叫国足。我这有哪有钱吗？你们的兰博基尼挺牛的。说你兰博基尼很牛，那是，没别的车是吧？你们这个平常都会唱歌跳舞什么的吗？没，我们呢、啊？那个以前是那个种地的，都种些什么？重金属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现在中国的农业很发达，
种什么都种得起来了，哎，尤其是种这个金属呀，收成特别的好。我们以前没有这样。这是昨天舞蹈老师教你们还会跳舞啊？我们是专业跳舞的。哦，来两下，简单。咚咚咚！哎，这个好像有点韩范哈。啊，不是呀，不是呀。哎，这是说呀，就是插秧，插秧，肩膀长了。插秧，插秧，肩膀长了，是这个意思呀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我知道你们这个艺术来自于生活，那你们可不可以唱一些你们的歌啊？啊，好呀。黄土高坡。我干嘛要唱这歌啊？对，现在流行复古，你听我的就对了，你唱吧。对，金鹏，来复古啊，复古啊，好好好，来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大风刮过，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南风，都是俺的歌，俺的歌。接个电话啊！好好。喂，对，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农民组，一定会红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们待会马上派车全部过来。哎，你等会儿。采访他们。火了火了，我就跟你说了，这一套就对了。欧弟啊，干啥呀？我这次来，我就想告诉你，这娱乐圈贼累，你知道吗？咋整的？我决定了，我回家种地去啊。哎，你这还死不死了？啊，死啊！那我回去死去了。哦，哎，这个还要不要吗？哦，不用了。这样死一下啊！这有些人啊，就天生喜欢单飞。算了，我自己来。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，你有没有爱上俺？生活益智类节目《幸运五十三》的总决赛现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大丫。经过我们12期节目的层层选拔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最终进入决赛的两位超一流的选手，一位是来自天津的惬意，大家好，我叫惬意；另一位选手来自东北的童明鑫，大家好，我叫童明鑫。今天的总决赛呢，想必两位都非常的紧张，让我先出一道小题来热身一下，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。哦，好，请听题。我台台长的名字是什么？请抢答。那我爸。台长的儿子？对啊。回答正确。哟，哦，太棒了。这位选手的知识储备实在是丰富啊！好，我们比赛到此结束。嗯？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们的热身赛就到此结束了啊！现在正式比赛开始，惬意，请听题。好，下面不属于电冰箱氟利昂制冷剂的是 ：A. 一氟三氯甲烷 ，B. 二氟二氯甲烷 ，C. 二氟一氯甲烷 ，D. 三氟二氯甲烷。回答不出来了吗？B 二氟二氯甲烷，正确。但是不计分。我们轮到下一位选手，接下来是生活常识类的难题哦，请听题。下面能用来看电视的是 ：A. 电冰箱 ，B. 洗衣机 ，C. 电视机。D 电风扇，能看电视的是电视机。回答正确。这么难的问题都想不出来，知识储备真是丰富啊！下面是历史类问题，惬意请听题：赵匡胤是宋朝的 ，A 宋高祖 ，B 宋太祖 ，C 宋太宗 ，D 宋徽宗。B 宋太祖。
你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确定吗？真的确定。错了就不能改了啊？不改了。你要不要再试一试这个呢？不变了，坚持我原来的答案。好吧，算你蒙对了，回答正确。好，同明先请听题。火药用于军事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 ？A. 宋朝 ，B. 明朝 ，C. 唐朝 ，D. 清朝。为了怕你听不清楚，我再把题再念一遍啊！听好了 ，A. 宋朝 ，B. 明朝 ，C. 唐朝 ，D. 清朝。我好像只听到了唐朝。回答正确。完美。现在同心大比分2-1领先，比赛已经越来越激烈了。下面是一道音乐题，千亿请听题。蔡琴，蔡琴。是谁？高胜美。是谁将？潘玮柏。请问到底是谁？我怎么知道是谁？回答错误。同明星，请听题。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请问这首歌的原唱者是 ？A. 罗大佑 ，B. 罗小佑 ，C. 罗天佑 ，D. 罗纳尔多。这道题比较有难度，我选择使用锦囊。有换题，有求助亲友，四个答案中去掉三个错误答案。我选择换题。你确定吗？我选择换题。要不要去掉三个错误答案呢？我选择换题。好的，他选择的是去掉三个错误答案。我选择的是换题。下面抢答题环节啊，请听题。目前中国最好的喜剧节目是。怎么不响？我摁了，是今夜百乐门，是今夜百乐门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今夜百乐门呢？是今夜百乐门。回答正确。最好看的节目当然是今夜百乐门了。七一，我真不理解你居然不抢。我抢了，来不及了。最后这道题是一个十分题啊，冠军就取决这一道题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获得者是？其实这一题我也不确定答案，所以我选择求助现场观众。好的，啊，现场有1000位观众朋友，请做出你们的选择，帮助惬意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好，观众的结果出来了，没有人愿意，没有人选。那。答案是荣国团。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我也不太确定，我选择电话求助。好的，电话求助可以的。喂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姐姐。我没有姐姐。徐海峰。徐海峰，回答正确。恭喜钟明星，今天的冠军就是。耶耶。好的好的，明白了明白了。观众朋友们，生活总是充满了惊喜。我们现在呢，多出来一位复活的选手来参加我们最后的角逐，有请木子小姐。我还有机会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个时候怎么能有人复活呢？我是冠军呢。童明星，不要着急啊！最后一个问题，决定冠军的归属。请问我们台长的名字是什么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管他叫爸爸。哎呀，我一下想不起来了。但我平时呢，都叫他干爹。回答正确，我们的冠军是木子小姐。
今天是跟我们敌对的帮派老大，他单独过来跟我们谈判，不要大意，这次不成功，便成人。大哥，听说对方藏得挺深的，其貌不扬，文质彬彬，戴眼镜，梳长头发。大哥，哎，我也听说了，此人行事极其心狠手辣，杀人不见血，要不就不杀，一杀杀全家。大哥，啊，我怕。大哥，我怕。这么巧，我也怕。哎，啊，我们三个人怕什么？气势拿出来！要知道，跟我们古惑仔杀人放火那是不太好的。喂喂，我快到了。啊，这家电影主题餐厅评价非常高的，上个月差点评上米其林了。我早就想采访了，主编。哦，地址我有的。哦，百乐街66号。哦，我到了，主编。好的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哇，这就是那家电影主题餐厅啊，连门面装的跟仓库一样，太有特色了。有人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稳住。进来，进来。你们好。戴眼镜，长头发，女的。哎，不要大意，记得我说过什么吗？人不可貌相啊！你看他虽然长得这个样子，可是他的笑容多有杀气啊！哇塞，今天是黑帮电影主题，哇，很逼真哦！啊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没叫他做，他居然就做了，这个气势多强！你好。我们之前我们约过的，知道了，早就久仰你的大名，想不到年纪轻轻的就能够闯出这样子的名号，佩服佩服。谢谢，那我们就开始问问题吧啊！哎，我，你是要探我们的底吗？大同，我们既然出来混的，就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是吧？请问。好入戏哦！据说来你们这里的人，你们会提供特别的工具。什么意思？他在问我们用什么脚。哦，我们主要也是用刀。哦，西餐当然用刀了。那你们的刀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什么意思？让我们谅解。哈，那真的，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普通的刀呗。刀，你有病啊！拿远一点。这种。啊？你们都用这种刀啊？哦，还有这种。你脑子进水了，拿远一点。这种。这不是西瓜刀，你们就给他们用这种刀啊？哦，根据我兄弟们的反馈，这种是最好用的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哦，你还想要更特别的？我们还有这种。哎呦，你把镇邦之宝给拿出来干什么？谁会用这个呀？我会。啊，他开始怕了吧？对不对？
我们这种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刀，不过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哦，已经够特别的了。那你们除了用刀之外呢，其他工具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比如说筷子。筷子。你用筷子？对呀。筷子怎么弄啊？就这样夹呀。夹。这筷子夹得住吗？你夹不可以插呀。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哥呀，怎么了？看到了吗？啊？杀人不用刀，筷子往上撩，心狠手辣，名不虚传呐，够狠。行，那咱们淡定，淡定。啊，气势！我们掏耳朵，气势拿出来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这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出名的吗？哼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一拳一拳打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最出名的，就是我们的拳头。拳头。手打牛肉，那一般怎么打呀？哼，绑起来打。对，不是，不是这样，不是绑。还要绑起来打呀？为什么呀？皇上乱动。哇，这牛肉也太新鲜了吧！大哥，他已经怕了。怎么打的我都怕了。对了，你们是现杀现吃吗？不是，你现杀就算了，你怎么还现吃啊？这很正常啊。不是，这怎么会正常呢？那你们这里喜欢是白灼的还是油炸呢？对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油炸呀？我喜欢油炸食品，你们这有吗？不是，大哥，不对，大姐，你的口味也太重了吧。我这个人吧，就好这口儿，想着想着我就饿了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我吓尿了。大董，你现在才尿啊？大哥，我已经尿三回了。有股味道，好像是撒尿牛丸的味道，我想试一下。这是试什么呀？就是你刚刚说的，我都想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的天哪！请问能快一点吗？我有点饿了。大哥，他又饿了，饿了！我的天哪！叫外卖。嗯。我去，这先让他吃饱吧。大董，小心啊！气势！这位大姐，您这种情况我们这是第一次见到，但是不管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们一定会尽量的满足你。那太好了，谢谢。我到了，白乐街99号。我一个人就行了，习惯了。我带了一批军火，让他们见识一下。晚上等我宵夜，再联络。外卖来得挺快，甭找了，走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拿了钱赶快滚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我是这是。我告诉你，告大爷，你知不知道里边还有两个老大在谈判呢？我就是。是你大爷，是不是找死？赶快给我滚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这个绑匪太凶残了，我想回家了。放下！哇，他们的餐盘好有特色呀，
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位大姐，我们去帮您找餐具。餐具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带了，我带筷子了。筷子。老大姨，快点快点快点了！哎呀，你们熟悉的大姨又来了。先生你好，欢迎您乘坐百乐门航空。Hello。你好，欧弟先生，欧弟先生，哎呀，你坐老累了，欧弟先生，您辛苦辛苦辛苦。麻烦你能不能给我调一个靠窗的一个位置？先生您稍等，欧弟先生。这个特意为您预留的靠窗座，哎，您今天坐这儿，来来来来来，您坐啊，您坐啊，小姐小姐，哎，这什么态度 ？Hello， 你好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啊？我？啊，我懂你意思啊。我的，嘘，麻烦你小声一点，我这个很低调的，按轻点做。哦，喂，啊，我上飞机了。怎么样？来，你到了之后。保镖，你先到我手上，免费的。你说更没有好处了。好，我这么好，系好安全带啊！有客舱乘务员的安全检查，请您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。安排好就好。孩子，谢谢。孩子，哎，飞机起飞了，把手机关掉。关了。行行，怎么回事？倒打给你。哎。你说是不是在这个商务舱里边坐飞机，整天都能碰到大明星？你好，你好，阿姨，我是那个，啊，欧弟，你是不是欧弟？徐阿姨你好，给我亲娘嘞，欧弟！我最喜欢的你了吧，就是跟金星主持的那个《今夜悲了妹》，尤其是里边那个江毅，哎呀，那个倒霉孩子，整天让那个空姐，请问你需要什么服务？哎呦我天！哎呀，你很喜欢他呀？啊，我当然最喜欢你了。真是不容易，这么远跑到大陆来混，混到这个程度，最后的位置还被别人给顶了吧？亲娘真挺不容易。阿姨支持你，谢谢谢谢。没事，我也支持你。你支持我干什么？你也认识他哈？作为艺人真是不容易，能歌善舞的，还能演电影，我真愁死了！你这怎么这么有才？哎，其实呢，这些呢都是艺人的基础啊。你看现在很多从韩国回来发展的艺人更厉害，你看呢，唱歌、跳舞、表演，样样都精通，哇，真的是很厉害。很苦，一般了，一般，一般。你看在韩国生活8年，睡觉啊只有几个小时，每天练习10几个小时，这你怎么那么懂？你怎么什么话你都能插上嘴？小兄弟，我看你是想红想疯了吧？哎，欧弟，不用理这个人。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一见到明星就死活死皮赖脸的拉着人家就不放了。我什么时候死皮赖脸了？阿姨，你看看我是谁？我是韩庚。你谁？韩庚。韩庚是谁？你好，为您准备了飞机用餐，请问需要些什么？欧弟先生，哎，餐就不用送，拜打扰他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位先生您，算了，不要了。大姨，他俩都不要了，给我来3份。大姨，3份您能吃掉吗？我吃不了，我打包怎么了？好，您的3份。来，3份餐。还有面，我喜欢吃面。好，饮料。好，谢谢哈。好，我正好2杯。好的。哎，孩子。阿姨想起我来了，帮忙递一下。哎。
哎，阿姨啊，这一切都是缘分，我跟你说，在冰淇淋行能碰到你，我偶像。Nice to meet you. Cheers. 还可以。赶了哈。哎，那个，啊，也帮我递回去吧，谢谢。哎呀，吃饭。又不是太傻。孩子，阿姨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听我歌声音能不能小点 ？International go go， International show show。我现在在准备演唱会，我听歌还不行吗？准备演唱会，哦，你也玩唱吧？你不认得我吗？我韩庚。你是韩庚，你真棒。什么阿姨？我就觉得不是，我没跟你犟，关键是我不认识他，关键是你，哎，你是不是韩的亲戚？你是韩寒的弟弟吧？我发现怎么这么孤陋寡闻啊？什么叫孤陋寡闻？我现在很红的，你知道吗？大话西游送你，周星驰，真喜欢。大无声，掌声唱的。大无声，对，大无声，我跟大 S 一起拍的戏。大 S 又是谁？好，你不认识你，我再提一个，万物生长，你该知道。我想知道范冰冰，想起来了，阿姨。CCTV 农业频道，万物生长。我经常看这个农业节目，很好看。大自然又恢复了生机。阿姨，你不看这个？好，电视你会看吗？电视看，春晚。很难，肯定有一年那个开场，我唱的那个主题，过年回家，我们回家啊。开场不看，开场的时候吧，大家都在吃饭，不在吃饭就在上厕所。那么有些人演好戏出名了，有些人演烂戏出名了，你就属于掉缝来了，不好不烂，没有动静，你能演我？阿姨，你这样太不好了。怎么了？你不尊重我，你让我受伤了。好，我是韩庚。你是阿姨，你是。两位，好了。Excuse me， 我真的很累，我昨天录得很晚了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叫空服员来了，叫空服员。哎，我不是，你看人家，我认识他，他。我先生怎么了？哎，你来了。他老那个样，哎，嘟嘟囔囔的，造死了。哎，你来了，知道我吗？韩庚说知道。不，我有海报。我演的像不像？我演的《大话西游三》，我演的说像。哎，你孩子，你真对嘛？这就是我演的，我是阿姨，那我是韩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韩哥，你得认识我，我认识。欧弟，哎，你想不想？这人全是毛，谁知道他是谁？这毛。毛拔了就是我。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如果你继续在头等舱这样喧哗的话，我们要叫安全员过来了。我走不行吗？我走。记住，我是韩庚，跳舞的那个歌手演员。安全员。韩庚。哎，行，哎，阿姨，我是韩庚，女神讲是韩庚。老头子啊，今天是你走的第3752天，想你。同时，今天也是女儿出嫁3天回门的日子，真的来了。来了，哎呀呀，来，快点进来。妈，哎呀呦，你又买个新包了，真的是老是买包，捐一点钱。哎呦，大命，哎呦，买这么多东西，你看看，真是都说了都是一家人了呀，不要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阿姨，我给你拿进去吧。老头子，你带我走吧啊。
女儿，你是找我三天了，女婿还在叫我阿姨。阿姨这两个字就像一只冰冷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妈，我错了，我没有经验。妈，我是第一次结婚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第一次结婚。对啊。哎呀，大明快起来！哎呀，你看看我们大明，多懂道理呀、啊！懂什么道理啊？沈琦啊，你干什么？你凶他干什么？你看我把他吓的。不是他，你这个脾气不知道像谁。你坐回去，不要踩他哦，不要吓哦，看要把他吓的。不是，妈妈刚刚是不是有一点点失态了？没有。你知道为什么吧？因为他爸爸走得早，我呢就有一点荷尔蒙失调，是吧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妈妈了？没有，妈妈很可爱的。要嘴巴真是甜。哎呦，你舅舅哦，前两天从龙泉身上带一个茶叶，好香好香。妈妈现在去拿给你了。辛苦妈妈。怎么回事？进门前跟你说的，一进门全忘了是吧？不是，就算是我说错了，可是你拿这个，你妈也会生气，好吧？来了，哎呦！天哪，妈，好香啊，妈，好茶呀，妈。妈，哎呦，你看这嘴巴真是甜的不行的，来啊！谢谢妈啊！好喝。老头子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啊？我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站在他面前，他喝茶他自己先喝。这个茶就像一只火辣的耳光，还打在我的脸。妈，你先喝，我给你吹。哎呦，快起来，真是懂事亲啊！哎呀，跪下来给妈妈敬茶，妈妈懂的，这个叫我干杯，你随意啊。怎么回事？说了我妈先喝，沈娇啊，你干什么你？不是他，一个小姑娘，你动手动脚，你可把她吓得汗都出来了。没有他，你关掉，回去。不怕啊，真的，我们家瑶瑶最近不知道脾气古怪的很哦，不知道像谁。你看哦。瑶瑶不像妈妈，温柔可人。你呀、啊，真的是没有赶上好时候。你看看这个汗啊，汗如雨下。整齐瑶，你能不能动起来？不是妈，她本来就是真龙头。什么真龙头？俗话说得好，丈母娘看女婿，一看一欢喜。女婿看丈母娘，欢喜不欢喜啊？欢喜。哎呦，你看欢喜的都要哭出来了。整齐瑶啊。真的是妈妈上辈子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情，福气全部落在你头上了。嫁给大明这么好的男人，是不是？知道了。你现在你结婚，你首要任务是什么？你告诉妈妈啊，是吧？妈，不是啊，妈妈在说重要的事情，你自便好吧？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怀孕呀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你结完婚你就要。妈，不是，你就像自己家里好吧？妈妈很重要的啊。你要赶紧！你刚结婚生什么？什么？才刚结婚？你这个不小两节奏要，哎，你这个节奏要给我搞起来，知道吧？没有，你不是。李大明，啊，妈，你不要叫我妈！你有没有一点点尊重过我啊？你上厕所，你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连招呼都不跟我打。你别来了啊！不用麻烦你啊，你回去吧啊！爸，你来吧，我解决不了了，爸，你来吧！别来了！你来吧！别来！干什么？两个人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，爸爸上面下面来回跑，不要休息了啊！搞死了，生气啊！你不要再给我作天作地了啊！跟你讲，就是你，又是我，当然就是你了，你坐回去。大明，快点起来哦！不怕哦！瑶瑶最近真的是妈妈都管不住她了，坐下来啊，大明呀，妈妈，大明呀，你上完厕所你拉链都不拉，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妈妈？爸，你带我走吧，我连拉链都拉不好，我没有资格做任何人的女婿，你来带我走。不是，哇，太热了，透透风。
做人做事安全第一，过安检当然要小心了，谨慎，好好查一下。Hello。Hello。Excuse me, may I have your passport, please? 这是美国吗 ？Sorry, I 改美国航空了。I don't 不做空姐改地勤了。I don't understan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. 好好说话。先生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我什么服务都不要，安检。好的，请您出示您的。护照、登机牌、身份证、户口簿，不要户口簿。接下来进入人工面部检测。叫本人来。什么意思？对不上。哪儿对不上？上面这个人笑得挺开心的，你看你拉了个大长脸，跟谁欠你钱似的，你个大麻利。不够，再来一点，打开，露牙龈，标志笑容，啊，就这个大麻脸。滚！现在对上了吗？先生，接下来我会问您一系列的问题，请您在一分钟之内不要迟疑的回答我。好。你为什么来美国？工作。几个人来美国？一个人。你有车吗？有车。有房吗？有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经过第一步检测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进入下一环节。先生，请您张开双手。怎么还是？张开双手。先生，请您脱掉您的外套。有没有？有。这边呢？平时是不是老低头看手机？是。老头看电视。没错。看时间长了颈椎不舒服。确实是。不是每一个服务生都对你这么好的。下次来直接来点我啊。你多少号？29号。下次来，我建议你办张卡。先生，你不知道，你现在已经很严重了，两根筋搭在一块，那个疼呀！哎呀，去！你干嘛呢？啊，先生，我做过很多职业，刚才有点串了，我已经给人做过 SPA。你别说，你刚才手法确实还可以。加个足疗。滚！没完没了了。先生。你把行李放在上面就可以了，请你这边等候。人工智能安检通道，也就是说用人工的方式对每一个物品进行逐一排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
先生，请问这是什么？扑克牌。普通的扑克牌。是。里面没有别的东西。没有。没了，还有一副，放那。先生，请问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爽肤水。普通的爽肤水。是。没有别的东西。没有。喝一口。爽肤水。哎呀，好用吗？还行。你再试试那个。哎。放那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先生，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呢？望远镜。我知道。啊，哎呀，啊哈，啊哈。先生，千万别告诉我，您是一位大夫。我是个大夫。好。你干嘛呢？不是你干，你干。行了吗？啊？行了吗？啊，经过第二轮检测，基本没什么问题，进行最后一步。先生，您身上有违禁物品。刚才都查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机器是不会撒谎的。那怎么办？让我们再来一次。让我们慢慢来好吗？好。先生，自己掏出来还是让我亲自动手？我身上什么都没有。哼，让我们分解动作。右手，左手，头，右腿，屁股，左腿，哎，过来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没想，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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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先生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要报警了。你看那是什么？飞机。你的飞机。我的飞机。嗯，把它打下来。人生有四大得意时：洞房花烛夜，洞房花烛夜，洞房花烛又一夜，一夜接一夜，夜。美，老婆。
你的美让我诗意大发呀。唧唧复唧唧，床头坐娇妻，掀起了他的头盖帘儿，我要和他生小孩儿。来，娇妻，抓紧时间。哦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也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，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人家讲吗？有。看到你的样子，我就想保护；想到咱俩的未来，我就想守护；看到这个床铺，我就想和你一起暖和暖和。乐乐给你做饭，唱歌哄你睡觉，我愿意一起陪你走进爱情的乱葬岗。火葬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那你会接受我的所有，包容我的一切吗？当然会。刚才你说你每天都会给我唱歌听，哄我睡觉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。那你给我唱一个。那我给你唱一首童话。我愿变成古墓里那个恐怖的木乃伊，缠着绷带，张开双手吓唬你。哎呦，好害怕。不用怕，我来保护你。我都困了。老婆，别睡呀，今天是咱俩新婚的第一天，是不是要弄点爱情的结晶啊？知道了，那人家现在去洗白白，回来嘿嘿嘿。啊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老公，哎，老婆，来吧，老婆。啊。你是谁？我是你老婆呀，卸了妆你就不认识了。不可能，我老婆面色红润，而你面色苍白。怎么了嘛？这还苍白？这么大个黑褥子呢？你说你卸了妆？对呀。你这不是卸妆，你这是泄愤。你说话好难听啊。你还说要唱歌给我听，都是骗人的吗？好，那我再给你唱一首。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你看得真真切切，明明白白，透透彻彻底底。看个明明白白是吗？早说呀。哎，老婆老婆，我们早些休息吧，我的身心有些乏了。你这个男人是喜欢我化妆的样子，行，那我去给你化回来。哎，不要化回来了，你就释放出来做你自己就好了。释放出来做自己？没错，释放出来吧。我明白了，老公，等我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又漂亮了、啊、好，来，老婆，让我们离婚吧。啊，怎么就要离婚了呢？你不是说过不求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吗？我现在就想死啊。你为什么想死呢？老婆，你之前的体型是而你现在的体型是啊，砰砰砰砰砰砰砰。是你说让我把自己释放出来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塑身衣给脱了。我终于可以正常呼吸了。我快窒息了。老公，我帮你人工呼吸。离我远一些啊，你把我这附近的氧气都给吸没了。你不要生气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我们休息不了啊。这是1米8的床，你一个人就得占1米6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你这分明是以貌取人，你道德有问题。鹏鹏，别哭了，来，我们坐。
老公。啊，鹏鹏远一些，你把我这附近的氧气又给吸没了。鹏鹏啊，你听我说，如果我这以貌取人属于道德问题的话，那你这装前装后仨人了，那就属于诈骗问题。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婚吧。可是人家想要三个老婆都做不到呢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呀。第一个可以，这后两个真是驾驭不过来呀。我明白了，喜欢瘦的是吗？没错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把我的塑身衣穿起来，我让你驾驭不了。你就别穿塑身衣了，这不馒头变拉面吗？你到底有几种形态？你给我唱歌吗？什么妖魔鬼怪，什么美女画皮？哎呀，你终于承认我是美女了！吻我，吻我的小舌头！离我远一点，和你在一起。我感觉孤独，吻我。男人是雨，女人是雪，你是雨夹雪，那种能形成自然灾难的雨夹雪。你冷啊，让我暖你吧。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快吻我的小舌头，老婆。我有惊喜要送给你，来呀！稍等，哎，哎呀，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啊！德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老婆，互相伤害吧！哎呀，别呀！剧社招新人了，咱去给这两个丫头啊把把关。有灵气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谢谢学姐，谢谢学姐。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，招这么一天才招到这么一个人。那没办法，谁叫我们是精英剧社，只招精英，不是精英绝对不行。你们这是？对，我们就是精英剧社。你是慕名而来的吧？我看他们那儿都收摊了，你这还没说呢。我看这个有点太普通了。我也觉得根本不行，要不然让他先回去吧。机会还是要给他的，好吧？行，来来。不用我们多说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们就是最有名的精英剧社。我这个学期啊，就差两个学分。我想你应该还没有搞清楚状况。我们精英剧社多少人挤破脑袋想来，你居然跟我们谈学分这么俗气的事情，你回去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机会还是给一下新人好吧？要不对嘛？对你来才艺表演一下。好吧，梁先我试试啊。你试试。那我跳个舞吧。啊！哇，这个差口气，感觉不太行，不太好。没有，刚才我跳的时候，我看你们挺激动的，这骑那个马步有吗？感觉这个不太行，不太行。
个感觉啊，也不行，真的还不如刚刚那个呢，做人没回事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幸福没有，我已经很幸运了，你们刚才已经有吗？很近，你不要再吃他的豆腐了。啊、对，你也不行，也不能吃。嗯，就是你这个舞蹈吧，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，就是没有感染力。我们刚刚都不想跟你互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一个剧社吗？一入社就可以加两分，是不是？哇、我可以又唱又跳。哦，你真是一个很执着的 boy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就用尽全力。对，不求跟我们一样完美，但是不要再让我们失望。对，你要相信我是多才多艺的。好，来来来来。说你的舞蹈和唱歌都有一些问题，对，因为你本人的长相呢，也是一般，对，而且唱跳能力也不如我们，对，所以你这样的新人啊，我们真的很难办。师姐，刚才你俩的反应不是这样，你这很跟有吗？有吗？不要再趁机吃我们的豆腐，还有我的，好吧？反正就是不太行，我明天再去别的地方再找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拿不到学分是不是没办法毕业啊？对不起，我也可以演戏啊。我真的很欣赏你的执着，一般人我们不会给三次机会。我说了我是多才多艺的。嗯，好，那这次吧，阿金你跟他对一下戏，好吧？好，那我就来跟你对一下啊。哦，好。嗯，你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电影啊？我喜欢看冷门佳作的，就是那种专业级大师级的。我说一个好了，《大话西游》，你看过吗？曾经，我有一份真诚的爱情，太残酷的爱情。哎，我们要好好珍惜。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才后悔后悔莫及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想对他说三次。说，说出来。这没法演，他很抗拒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情绪都上来了。我情绪在那儿。阿青，你又着急了，毕竟是个新人，是吧？你刚刚这个片段啊，演得挺好的，我看到了些许的闪光点。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你没有真听、真看、真感受。真字从何而来呢？是因为你没有相关的经验。哎，来来，没救了。彻底没救，很差这个人。哎，感染力差就算了，你感受力也差。哎，你对手给你讲戏，你不听，听了你又不做，做你又做不好。哎，我给你讲戏，你还把我推开，这种新人太难带了，真的太差了。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年轻人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不撞南墙心不死。这是谁啊？哼，看着别说话。我行。